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白丁。今天来做一支，应该是属于那个库存笔吧，也是观众推荐的。那个广州那个广州青年钢笔，好像是这么叫。然后717吧，是那看这个品相，应该是属于一支那个库存笔。那还是一样，就是跟英雄100等等的，也是就这都是对，因为我不太会分啊，那应该都是属于说同一类型的笔吧，这应该这么去讲会比较好。还是一样，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笔的一个大小。反正这支笔的话很便宜了，才人民币应该十几块钱吧，应该是。反正就是你都便宜到，你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么便宜的那个价位了，已经是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就是反正能看到它会比现场笔稍微小，那中古笔的一个特色。中古笔大部分笔都是说比较杆都是比较细的，然后也没有那么长啊，可能那时候的人的体型啊等等的都有一定的影响，那影响到当时的一个设计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笔啊，那还是一种我很喜欢的那个树脂或者橡胶吧，再加一个金属材质这样子的一个搭配，也是跟我最喜欢的一支笔一样的一个搭配。那相对来讲，这种有一种材质上面的冲击嘛，就两种材料去搭配，就是对我个人来讲的话，总比说我整根木杆或者整根金属杆来得好看。那个人是这么认为的。那顶端的话有一个小尖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品相吧，好吧。这个不知道是氧化还是滑到了。那这里的话是一个冲压啊，青年717还可以。那笔尖上面的话，我是这支应该是 F 尖吧？如果没有 EF，我肯定是买 F 了，肯定是 C 的优先。然后上面这里有个洞，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。这边的话是故意的吗？还是怎么样啊？然后再下来的话，就这些就很正常了，正常的一个按键钢笔。那里面的话，好像那个没看到一个气密性的一个内筒在里面。再下来了，比这里的话，就是也是一样，就我比较不喜欢的一个上墨器。好，那再下来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笔尖了。感觉这一类型的笔看的有点多了，然后就有点无感了，看的。这里有个算是一个光墨穿的一个设计，那笔的本身的毛痕真的是有点严重了，我个人不是很介意，反正有点毛痕，我个人还喜欢一点了，那用起来比较有年代感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样子的一个那个笔尖，笔尖的话不知道书写起来怎么样啊，因为我个人不是很建议去买一支比较贵的一个钢笔。好，可以，非常好，来。看到吗？这个一粒，再细一点，真的是还是要拍照片了，因为视频的话比较难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本粒，也没看到一个刀锋打磨，就是正常的一个圆头的一个打磨吧。然后中缝看下去，它不像百利金那种，就是两个小球拼在一起那种感觉。那算是一个小球，然后就把前端给打圆了。那像这种笔尖的话，如果左右不分叉的话，都没什么大问题。分叉了，那个血杆子就几乎那个血杆就报废了。好，还是下来了，我们就我们的一个，哎，这里有一颗。来，我们来一下我们的一个上墨的一个工序啊。按键笔我唯一觉得比较好就是它上墨真的很方便，但是我觉得它就这种上墨器，看一下，OK 啊，这种上墨器的话，唯一都一个不太好的地方是，不太好洗笔，因为我个人是洗笔喜欢洗彻底一点，那当然不会说故意去拆了，但是，尽量干净吧，反正我通常会就是之前拍过那个视频说，会泡完再风干这样子。好，那个我们继续。那刚刚拍完上一套，我们就省事一点，那就不来拍一下这个，来试写一下。好了，那试写完以后，第一个感觉这支笔吧，就是我用的是那个 J. Herbin 的一个墨水了。虽然现在换了写乐的瓶子，因为它的瓶子口径比较大，我觉得上墨比较方便而已。第一个笔尖上面0.5的一个 ballpoint pen，就是那个圆珠笔，下面是一个
我正常就是这支广州青年钢笔嘛。那第一个感觉非常细，另外一个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颜色？锥和柄的颜色如果泡淡了，它是一个偏紫色的一个墨水，就虽然说它也是黑色，但是会偏紫。那能看到它从这里，我看一下放几点，能看不知道能不能看清啊？反正就是偏紫色。我这阳光下面是比较明显的，特别是上面的这句，那证明了就是说这支笔本身出墨量不是特别大。那就是说，它笔尖上面来讲不会感觉到特别细，因为是一个 F 尖。但是由于它控墨非常好，又从控墨这个部分来怎么讲，呈现出这支笔书写起来非常细。那书写的话，反正也是没什么大问题了，日常爬个纸没什么，也是 OK。反正如果看过多几套都知道，这个是国誉的 8mm 格子，也没有溢墨什么的。对，反正这些都很正常嘛。那我选锥和柄墨水，就是说它已经快干了，但快干的话也不会马上干，也不会比那个原珠笔或者中性笔来得快。那书写起来的话，如果真的要给一个优点的话，就这支笔还是很轻，但是我嫌它有点小了。那这个我们先放一边，这支笔就是有点小了，轻度我是挺满意的，但是有点偏小，可能我手偏大，还是习惯拿一些比较粗大的一个笔，大概就这样子。那书写的话，616手感，它反正就是印象中的话，跟这支笔的话，反正两支差不多，但价格来讲的话也差不多。也 OK 吧，这支笔的话，就是我嫌就是，太细，就主要是这个品相上面，我个人认为这个价格来讲，你毛分再多一点，我认为都没有问题，因为，总要有每一个好东西，它总要有点成本嘛，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。但那个笔的话，真的希望就是说可以来一支粗一点的，就同样一样，就是给我放大一下，好握一点，可能可以出一个，如果有一个这种是小版本的，再来一支大一点的版本，就应该是616 Plus 吧。我印象中那支应该拿起来是比较大的。好，那大概就这样子了。那有什么那个可以帮我补充一下？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